杨千嬅呢日出席抗疫音乐会。疫情期间，佢喺屋企嘅时间多咗，仲成日亲自下厨添。真系会养到一个人圆晒嘅，我而家系一个好大嘅圆形嚟嘅，个圆周亦都好阔，好广阔。咁咧，我就尽量希望喺呢、這个即系短时间之内咧，令到自己嘅形状系去翻圆形，即系最本身个形状嘅。咁的而且确系会即系会养肥咗啦，因为即系点解会想去整嘢食呢？不是因为有特别的原因，就是怎样是这个隔离的期间，因为我都要自己去陪伴，就是好像其他妈妈一样陪伴自己小朋友上堂。咁你 online class 其实都挺多，同埋好多功课的。咁实在当你大家困在间屋度，即是你都大压力啦，变咗。因为我好少出去，真的很少出去，除非要买啲食物。咁变咗你都会，即是有好嘅，有好又唔好啦。唔好就是可能你即跟他跟即係叫總課啊，或者叫他即係隔離期間你要去聽書啊，嗰啲可能真係有少少壓力嘅自己都。咁我會升 key 啦，同佢講嘢唔夠三句，咁跟住就大嗌啦。咁所以點樣平衡自己嘅耐性同情緒呢？我發現咗煮嘢食係可以嘅，即係你猜緊麵粉嘅時候咧，或者你喺度即係喺度即係猜麵粉啊，搞緊啲蛋嘅時候，發緊蛋嘅時候，其實就好冷靜啦個人。咁呢樣嘢係間歇性令到自己培養到呢個耐性嘅。就嚟到母親節。千嬅有冇留意到老公丁志高同仔仔有冇秘密准备惊喜啊？真系唔知喎，佢同佢爸爸一样好多谂法噶喎。佢突然之间，佢煮饭咧就讲真就，即系我都好感动嘅。如果佢煮到饭，但系就咁早，我觉得佢会将所有嘢捞埋一齐就俾我食啦。即系佢会 skip 咗有冇煮熟啲嘢，总之系捞，觉得因为佢成日见到喺度捞嚟捞去嘛啲嘢，咁所以佢觉得啲嘢捞埋晒就食得。咁我可能暂时唔得住咯。